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杨子。我们今天为你讲解的比赛是第22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了刘晓光老师为我们进行现场讲解。刘老师您你好，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农心杯呢，现在是进行到了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龚子豪2连胜作为收尾，那现在也是暂居擂主的位置。今天其实是整个比赛的第五局的比赛，是的，第五局，对，前面有过4场比赛，对，四场比赛当中呢，中国棋手现在目前还剩余4员大将，那韩国呢已经损失了2员大将了，他们输了2盘棋，那中国和日本是分别输了1盘，开局还不错，是不不是？错，第一阶段就下次盘，然后今对，天就接着第五轮，那么。是。不过我觉得这个，尤其是三国擂台赛，这个后面呢更重要。主要看后面啊，对，尤其是后面收尾的是最重要。前面呢，这个今年还是好，就是没有说是一个人连赢很多很多盘，是哎，吧？是，现在就是焦灼状态吧。对，之前在这种擂台赛经常出现连胜的对。这种战绩容易出现连胜，是吧？有个5连胜、6连胜的对，这个，是以前经常出现啊。好，那我们今天这盘第棋讲22届的农是心龚杯子亚运豪杯锦标和赛村川大介。第二阶这段是第现五场的局，画面，对，开局的画面，这是应该是宣布比赛啊。龚子豪，是，龚子豪看着长得很清秀，比较瘦小的感觉，但是这个龚子豪现在很厉害呀。这日本的村川大介，对，2位九段，这个龚子豪呢，他现在排名第二位，在中国的排名很靠前了，除了柯洁，他是排名第二。对，村川大介，村川大介呢，就反正我的印象不是很深，但是也是现在应该是也是有资格的了啊。孙川大介应该说是年少成名年少成名。对，年轻的时候，跟井上义他也是被誉为日本棋界的双子星，新生代的双子星但是后来不是很活跃，是，可能国际比赛啊参加的没有那么多。但是这一对，次你看他，上场跟龚子豪，这个今天就看这个战况了啊。好，龚子豪，这个我们的这个排名第二的有望的新秀 是我们啊，现在看到的是实时画面实时画面，对，龚这子个豪。比赛依然是采取网络比赛的形式进行，对，现在都是在网络比赛，没有说是像还没恢复到那个面对面了啊。这是在，应该是在，这是村川大介啊。好，我们现在来看棋局吧，好吧？进行这个从1点钟就开始下了啊。这个比赛呢，每方用11个小时，然后进行读秒，是这样的，是时间比较紧张的，是，每方1个小时的比赛，刘老师是不是可以算是快棋的快赛棋，制？它挺非常快的快，1小时用完之后，关键它是读秒啊，很快。我记得过去1分钟，我那个时候下过，很早了，很早了，那个1分钟没有保留的，不像5分钟。所以呢，这个1小时很快就用掉了。用掉后来了。读秒是拼读秒，读秒的这个功力很重要。现是。在它是二连星，是吧？这是这个龚子豪的二连星，然后这个。对，走这个。走这个是吧？这个，然后挂角，挂角，现在都是个脱退啊，以前都是加工居对，多啊，现在脱退。但夹击好像特别少见了，已经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啊，哈。电脑给的这个提示，也很简明、简单、好用。对，他说是要都是要这么下，脱退，然后拆一个，好坏优劣难说。有点难拆受，高的好像高也多的，多，对，最近给的提示都是要拆拆高高的，的拆这个少，刘老，这个是怎么理解呢？为什高的么？下一手可能比较好，或者走这个，或者这个，这个居多，这这样个形效状率比较比这个高，好，比这个好，这个呢有填充过来哈，效率比这个形状好一些，
这所以呢，都是提示拆高位。在 AI 时代，好像嗯，棋子放高位都比低位感觉子效要高一点，这样子，对，效率但要高。是效率高，但是高位有时候不好掌控啊，是，不像低位好掌控。高位呢，就要看你的力量。这个很微妙吧，反正大家现在都是要走在这里，嗯，应该是高，这个局高的多，好一点。对，这个布局，分数都差不多，最近也长下，也有哈，前面那个柯洁跟陶晶莹也是这个布局，对，好，柯洁之前跟申智旭也下过，对，都是这个，他就们都都是是下，这个套路，我们现在一线棋手都是全是这个，反正最近流行的都是是，他，然后接下来黑棋是挂挂角，角，对，嗯。也是继续挂角哈，对，这都是有套路的，然后白棋尖顶，对对对，然后黑棋长，长，然后白棋是高的，跳，高跳，高跳，这个是套路，套路，这个时候走的是低位了对位对，这个时候走高位就很奇怪了，是吧，刘老？都是那高一的，线那个这个形状上美感应该是有高低配合比较好，他这走个，的是低位，对，这个你要说一定谁好，现在还没有说吧。反正都有这个定式吧，反正以前还有别的下法，以前尖顶以前少，现在都是直接那个，以前都，比如要么手脚，要么挂在这儿居多，而是且吧？尤其感觉这边是黑的子的时候，尖顶就更少，总感觉被长完之后，这边黑棋发展会更对，大一点。觉得以前觉得这么马上尖顶有点俗，总想保留一是，下。把打肉都卖掉了。对，现在就比较直接，直接尖顶跳。这个优劣难说，但是呢，AI 觉得这是两分的棋局，两分的棋局。现在给分都差不了太多。白棋白棋接下来走走的这个，是这步棋，这步棋，对，这个就是刚才这个高位的后续的走在这里。这个如果这个。但是这个又有点复杂化了，不知道了。这个不知道了。这个离角更近，对，更近，他是走的这个。对，然后黑棋接下来逼住。这个很大，这个很大，这个感觉和这个不一样。这样呢，就是说这个就不会马上走，因为在高位呢，这个是想马上走的。这个它的缺陷就是下面比较空。以前呢，我们都是补一个或者补这个，都是补一个。觉得这就让给黑棋吧，那没办法，都是这么感觉，这个比较普通的啊，这个挺大的，就或者这个，补个角上觉得太空了，看实战没有走没有走，啊。这个局部，像刘老师，我们之前以补往一的个，话，这个比较对传对统。对后对来对。好像 AI 出现之后，他还下过这个靠压，哦，啥这个叫我这靠压靠压 AI 的，你说说，白？然后搬白棋是长，长，黑棋呢，接下来是拖这个。拖完之后，白棋如果争子有利，可以断了吃这个。但是现在好像争子是不利，黑棋有黑有利，利然后拖的话主要是。白棋如果虎，黑棋觉得就划算了，粘上，然底后还下有有点个三点三，这三儿又冲三，过来，哎，那白棋可能要断，那断的话呢就看争子，断它粘上，然然后后看争。争掉，对，哎呀，这个杨子，你的研究 AI 比我要清楚，比我好。我都不知道这些很多，但是我自己啊，我觉得这个黑棋好像还是好下。挺舒服我的喜欢哈，下黑的，可能，对，是，我会喜欢下黑的。这个黑棋在下面比较空啊。对，白的这一方，即使争子有利，可能也很难掌握，对，比较我是虚就算争子流，我也不敢下，我不敢下白棋。是，对，这个是一个啊，还靠压，靠压以前对于我们来说，觉得有损。有点我们第一俗，感觉得先守，第一感啊。对，顾子豪看他选什么了，他是选的这脱个先，脱先，靠这个，够硬的，这个够硬的，这可能啊仗着争子有利。我估计啊，你不管走什么，你就是说，如果这个他有可能是这个，我估计是这样，直接因为断争子上有去。利嘛，那黑棋如打果吃，他就跑，白棋就跑啊，对这对个对争子对对，可能是这样，那黑棋只有下面打打，下面打，对他白跑，再跑。我估计他想这样，
这样呢就把那个局面让你落定，看你怎么应我。这个黑棋感觉这个要想粘如上，果粘上，对，想如果粘粘上，上，它有可能断一个，断一个，有可能，会不会？有可能，有可能断你一 对，个，这个给你老是让你考验你，看你怎么应，是，就大概就是这一类的，睁眦有力呢，后续手段让你定型怎么来。他没走是吧？对，靠的时候黑棋没搬，没搬，这个是一个手段，让你给你扯不清。对，他说你说你搬这嘛，他我估计也是这个。也是往角哎，上对对搬，对对，我估计是这样。然后黑棋吃，他还是长，白那就棋还原就了嘛，吃，还原了。你如果走别的，他也是就把角给你掏了，是不是这样可以？是，哎，可能是这样啊。对。可能是这样，实战黑棋就退了一个，他这个忍往耐了一下，对他往说回你走退什么让，我都断我三三，我算了，我就避开你，我就干脆走这个，因为你走任何东西他都走三三，他我就走三三，把你这个点想的点我给你站上，占上，这个也是一招棋啊，然后白棋就小尖，这个小尖。小尖，哎呀，他想就是说，应该是你不管怎么有什么应我一下，我再回来呗，大概是这样。就相当于是先手便宜，给对对方对压对缩了一对下。对对对对，他是这么想的。对，所以黑棋也没走。黑棋没走，黑棋觉得被你这么便宜一下，有点不落忍，觉得感觉被你牵着鼻子走。这两个被你便宜了，不肯。黑棋这个，村川大介，他走的什么呢？他来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哦，场现的场，比这赛是，实时画面对对，这这是是，村川大介，对，日本的村川大介，盯着棋局在看，他好像比谷子豪更年长一些应该年长，看这样子就比他大吧？对，90年的，他是90年。90年出生，哦，那谷子豪，谷谷子子豪印象当中是98年的，好像是。豪，哦，那对，如果没记错的那还话，差点年龄呢。是，90年现在都算老将了，快得很，这围棋界更新换代也很快很快，古老，一这代又一是代，一代又一代，对，这是自然规律。我现在就没法跟他们比了，这个代呀差得太多了。现在的年轻的茁壮成长，这是必然的规律。好，我们看接下来黑棋这步棋。对，这个棋啊，这个点位啊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对，这个点位是长下的，就在这里。这个是比较常见。挺有意思的哈，这个走了一个大飞进角，对，应该多数应该这个好像，点，然后以白就前粘我上，对对对对粘上，我让子棋的时候经常这样下，上下，这样下，你，挤一个。对对对对对粘上，然后白棋就搬上，然后马上顺好势一像夹，这样考验对方，考验白棋。这白棋其实也确实挺痛苦的，好像只能粘上。对，只能忍耐，这逆个的但是你的话，形状有点不舒服。对，这个反正我以前让子棋这么下过，但是对于这么跟他们高手下，我可能走不成这样，也许。反正我是这么下，就走了尖一个。但是他这个呢，这是 AI 给的参考图，AI 的，这个是很，这几年都是往都这儿说要，走的，你当有了这个之后，都研究都是这个点位，甚至都是直接都有直接都二有。路漏，都有，现在多了一个这个点位啊，这个看着好像衔接上有一点问题，但是白棋也不敢轻易动不敢手，轻易。你要如硬来的果话，走假这如个，硬来，好，我走这个，然后白棋就粘上，粘上，我就这给是你不是要再出事儿冲，了？要出大事儿了。不是，我要这样，那这样我粘那粘，个我就这样嘛，这黑棋不只是掏角的问题了，对，他又有可能给你拽起来了，吃白棋，对。这个
是黑棋的目的。你不敢硬来，你硬来上当了，硬来我就夸夸夸一走呢，你两头要被我抓住一块，很有可能，是吧？所以他不能下这个，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甚至他是走什么呢？他是好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地方，他是走在这里，这个好像 AI 给的参考图是在这儿，看着有点难过啊，先三三，有点样子不像好样子，是吧？是但。将来搬完一打，不很是难过。样子不是很舒服，但是呢，的确给的这个参考图，这是，这个参考图，这个参考图是直接走在这里，这个顾子豪看看走什么了，郭子豪实战反打入，反打入，我觉得这个打入还是可以那什么，先出击一下啊，先观望一下那面，打入，这个刘老师，这个打入是不是他期望黑棋跟他硬一手？然后他是想要这个先手吗？是这个意图我吗？说实话，我有点不敢妄加评判了。这个打入具体是想什么呢？我不是特别清楚。我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以前我的就是用强，假如用强的话，争子啊，我有可能这是其一的下法啊。搬，对，这样立，其中一个下法。这是一个下法，这个对黑棋是个考验啊！这走什么呀？立，这个走对，这那个，我这样，这被拍一这下，我就比较粘那什么，上。就这一类的呢，我这样就是说我能够有便宜，我这个退一个退一吧，个，对，这个立是先手，对吧？那么我这么是不是这么定型？挺舒服的，挺舒服，我觉得这白棋挺好的 呀。挺好。这边把黑棋压得扁扁的，这边又抢到了这手棋，那这只是其一个变化啊，这个就不知道是行不行啊。这是其一个变化。那搬了退，你征子呢？我能长，你长这个呢？我搬过，大概是这也是一个下法，是不是？挺好，挺好啊。我觉得这个挺就是目数很大，主要黑棋不能脱先吧，这还有压出来，对，有压出来。这是一种变化。他是不是这样想呢？我不知道，顾子豪是不是这样想？也许反正先看一看，感觉在那里打一个呢，先瞄一下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高级手段。因为当时应这个有点难过，一般是这个有点难过的时候啊，寻求另一个方向，然后试探对方，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手段。最常见就是说我这面觉得不是最满意的时候，我要满意我就不去找别的了，因为不满意，所以要试一下对方的，你要看看，然后我再瞄一眼，再观察一下，这个战局呢又可能从改变方向了，有可能有另外一种方向。果真他下的什么？他不会走这个吧？对，黑棋就改没变方走，向了。黑棋就往里飞。不，他先刺哦，的，对，他先先刺了一刺下，一下，先刺了一刺下，一个好不好？粘上，然后再跳的，再跳，对，刺一个好不好？我在想啊，如果直接飞的话，对，直接点不好吗？他是担心这个靠会成立吗？担心啊，假如你走这个，主他要是不靠这是个，这个？搬回去。是不是会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的话，这个大概这个，这个不明白了。这样的话会怎么样？他又退回来，再胡一个，都不知道了啊，走这个。不知道这个棋局有点让我们就有点不敢明确的说哪个不好和不好，我不敢说，因为现在对于我这个一线呢，比赛的少了，刘老师好谦虚，不，我实话实说，我只对，说实话啊，就说我心里就没有那个自信，就是哪个变化好。现在一线脱离一线之后啊，你就过去那点老底儿啊，
这个就不够用了，现在不够用了，哎，你对付现在这他们都是排名国内都是一线一都是第一第二的人都很厉害，现在呢他没有靠他是这个他是这个，好，他盯了一下，哎对对盯一下再走这个，然后再跳。如果你要这个不成立的话，这个有可能走这个大概会这个变化，那这个盯呢有可能变成俗手，那刘老师，这飞的时候，如果白棋还是像实战一样，哎，对，他实战是是冲的，冲的，哎，你看它因为有个丁了，它就不一样了，它有变化了。你看有个丁之后啊，它走这个，它就不立了，它冲了，他冲了一下，哎，冲了一下，对，对，冲完又一夹，对对对对对对对，冲了你这有挡了，对，对，你这要，个就粘上。哎，对对对，这两下有可能损。亏了如果哈，现在就我就不走这两个了，我这俩冲随时都是我的先手，何必要冲呢？就变成俗手了，以后是形状是在这里，形状是在这个地方，要点在上面的，所以这变成俗手，这个好坏真的是不知道。他可能黑棋啊，做黑棋这个村川大介，他可能觉得这样也可，就已经便宜了，还是怎么样？哎，难说。然后白棋是立立，对，啊立，对，立。但是这个形状啊，这个形状黑棋是有缺陷的，就这个，这个有缺陷。这两个因为有了交换之后，以后有缺陷，还不如这个，不如这个，单走这个位置可能比这个还好。这个将来如果白这有颗子的哎，话，对，有东西，这里面有有东西，有，个二路特点，当然有这个，更是有这个点了啊，还有这个，还是，有好多种的变化，这里面有缺陷。对，好，我们再来看立，啊，然后黑棋靠上，是上靠，上靠，对，上靠，上靠，它是拐一个，很稳当啊，等于这样啊，走这个。这个和刚才那个不同啊，刚才那个搬完都过了，这个子就可能在这儿了，现在不一样。这样的话，黑棋的形状本身是这样虎一个，比较普通吧？因为有个断，好像把是断吧？点防上，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打也挺感觉哦，挺诱那人一的，直欠着一手呢，是，那个地方是个欠着一手棋呢。因为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下来总是也是有一手价值。实战那走什实么？战黑棋走了点三三，哦，三三，脱好好先好了，好好。走点三三。这个断我怎么觉得一直觉得也很大？点三三，然后白挡哪棋面？是挡的这头，挡这头。哎，这个棋。这个时候有点变化，挡这个，普通好像是挡这个居多哈，挡这个，打完之后特别想下这步棋，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挺好，它是长一个，他实战是长的长的，啊，然后黑棋是爬。那还原了，这个棋走这个，再搬一下，多对，数是这样，是，这个形状比较多，比这个多，比这个多，比这个多。就或者这样，这样的话，主要马上脱先，这个断很厉害，哎，他就让一步。现在这都是最早是 AlphaGo 下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形状最早啊是产生在几年前的那个李世石跟 AlphaGo，有个他让了一下，那个后来人大家机大战人机大哈。战，最后啊都流行这个是，了，流行了，一直流行了好几年啊，哎。这个的确，它这个好像比那个扳呢多出了个角上的变化。好，现在白棋该白棋啊，白棋走什么了？它下来了。对，白棋挡，对，这个看着，但它已经那个地方大家都脱先好几手了，总是该走了吧？哎，挖一个，挖一个。好，这要从上面打啊，下面打是不行的。然后黑棋粘上，粘上，它也粘上，这是对的。然后这个角上，居然脱先脱先了，吗？脱先，那角上目前是活的。就把这个走了，
刚刘老师说的，一直只有一哎，个断对，点我的一演直觉得化。那个断，它还不老实的走，走这个不是简单吗？这个棋呢，往这个地方走，改多了一个 穿多了象一个眼穿儿，是象眼吧？啊。多了一个穿象眼反儿。正我觉得这个还是普通吧，就不要普通。反正我胆子小一点，这个它是这个比较难掌控。他走到这里，然后这个脚上白棋，尖，对，尖呢，就是说，如果你挡，我搬粘，啊，这样，对，走这个，对，然后呢，这个当然我搬这个，我走这个你能搬是吧？我不，我先这样点，就这个，哎，对对对对，黑棋挡哎，上，等于这样放在这儿就不走了，然后这个先手。然后我再大概能收成这样，以后呢你要断呢，我这儿可能加你还是之类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下先不打不打，啊，打容易不要，撞气对，一哈，定不打，一定不打，这样呢就以后弃子不一样，这可能会成为这样，这样呢白棋比如说再走这个或者再走这一带的，或者等等啊，这个就可能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棋黑棋没那么听话。他不听话，哎，他这个棋没挡，他如果搬粘被爬一个，那个局部是死棋，不行。他这个先要一下，这个比较狠，这个狠，就先望你一眼，适应是手应手走什么？现在可能啊，你不好反驳，你最强的走什么？王子，这棋最强的那就往爬一个，脚上对对爬，对对对，吃它假如啊。他走这个，搬搬黑棋搬搬搬，这个，对，白棋就挡上，哇，这个砰砰两下，给粘上。对，这个可能啊，他不敢，对，那白棋现在得先把这个跳一个了，处理一下，对对然后对对，先跳这个。这个呢，那么黑棋就先挡一下的话，也有点不舒服，这可能不敢不敢，这个白棋不敢这么下，这里有子。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放弃，这个太危险，太危险，呵呵，太危险了。那这个不敢走，那剩下的只有两选择呢，只有这个，要么这个，要么这个啊。先把自己断点先粘对，上，这个也不可以，这个应该一样打了，等打完了，那也完了。而且这子还不如放那儿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好。好，这个给你这个了，挡住。先手，对，形成了一个这个，这个呢都是急的，都没办法，必须要走的命令型。这个黑棋就把这个角上活得能挺好大，打，下一步这个长啊也是个好点，是吧？那个长是个眼见的一步好棋，所以呢他也不给你了，直接虎上，直接虎上。这个孤子豪就这么定型了，倒是很厚，这个你看走在一边很厚。当然，我现在更加觉得这样更厚一点。这个呢，这个要小心这个。现在黑棋走什么呢？现在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有没有先点这个？我这个稍稍的，我有点等一那个下，什么，那个长能不能先放一先放不走啊？对，就是这个被点一下，我不知道它硬在哪里。你这硬这个，我就给你穿过来。是，但当时他下这步棋的时候，肯定也是不怕他走这个，有可能，甚至于希望他走这个，哎，对，但我不明白，不知道我不走明白，哪里硬我反正我也没琢磨透，不知道走什么。我的第一感是想点一下，呢。点一下，先关一下，关一下之后看你怎么应。确实有点麻，这个哎棋，呀，你粘这个，粘我大概这这个，样，我走对，这这边个。要穿出去，哎，对对扳对对住。对对对对，这个也是能扛得住吗？能行吗？这下一步我也不知道走什么了，行吗？我怀疑，对，这个棋形，黑棋可看着很能，奇怪。对，黑棋，我这个先可以还慢一点，你那个都来不及呢，长那个是吧？我先冲击你一下，然后再说那面，反正我有可能去至少试一下，如果你挡这个挡呢？我就断，断对，这个，直接断，这个黑棋是不是要对，走什弃了呀？么？粘上。粘上，粘上好，我就吃一下，再走这个，哎，可能封我一个吧，封一个，封一个，哎，对对对对对，我提掉，
是不是这样？有可能。有可能，反正先把你让你定型，定型完之后啊，这个地方是有缺陷的，一个是碰，还有这个呢，这都是有鳍的。你看这个，这个也很厉害啊，是不是？这个黑棋好像走什么？不敢如果你搬，走，哎，如果对，搬，对，如果我搬，尝一下，哦，这个，这个断一下，你也很难过，是不是？对，这个很厉害的，这黑棋跑这边冲回来了，啊，对呀，这边要面临一个死棋的危对，险，这个棋是，其实是一个是，有缺陷的。我对，拖一个，这个棋硬在哪里？大概还只能搬这儿 好，吧，搬这个，我就尝，然后粘上，多难受这个！你这个没有活，是，对不对？就贴完之后里大概你边可一能只这样眼，吧，啊，就大概这样。这个也很厉害啊，是不是啊？对，这个如果走下一步就到位，就走成这样，这样的话很有杀伤力。我倒这个觉得还慢一点，可以慢一点。我这个先攻得你有点不舒服吧，先这个更急啊，更急茬儿。这个我觉得白棋好像弄得黑棋也不舒服，我就拖你一个，你能走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个棋，不知道，我看不懂这个，反正有缺陷这个地方。退的话，对，退的话退的话就是，就退。假若爬你一个，爬一个，假如啊，好，就好像还只能再退，再退，对，再退。这个棋呢，就我自己觉得可能你那个什么，我有几种下法了。我就算走这个，我硬爬出来都有可能，更何况还有这个。对，是吧？对，这个好像黑棋成算不敢吧，不敢这么下吧？是，这脚上没有活，对，不敢。我觉得还没这个胆儿，可能还不太敢这个下，是吧？所以这个棋啊，实战我们又扯得有点远了啊。实战白棋这边又加了一手，这补是了孤一子豪。个。对，顾子不过豪，现在这样下呢，形势也不差，白棋也不差，是，应该说还行。那就哪儿是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势均力敌吧，还是势均力敌，是不是？是，要不然就是说你这个是不是应该单飞这个？就是这个别弄，得盯看这着一这个下，丁有点俗有点哈。不像好棋，还有什么？还有就没有了。这个还是个势均力敌的棋，势均力敌。然后黑棋接下来打吃，打吃，打吃这个，这个地方是本来白棋欠的一手棋，是吧？打吃挺硬的，这个可以爬一个，这是常规型，这个是要长对，的。你要打的话，它一路都压过去了，不行，它只能长，然后黑棋黑长，棋长这个。对。这个呢是黑棋，白棋有多种下法啊，也有这个的。这个是最常见的，是有一个这个，有这个长，有这个手段。有一个手筋哎，对，如果你要硬吃这个呢，它是要这样。哎，里边要打结你了要是提这吗？个，你走黑这个不棋，是有打结吗？对，这小手段啊，走这个，打吃，它给你让你难受，你这个敢可能不敢。哦，也转换不合适吧？或者是，我是白先走一个，先走一个可能，也许啊，你要有这个的话，他是不是这个棋要这个？看不懂了，就这样的棋啊，这里有一个这个棋。刚才我说打完之后，他能打了长出来，好像。这外面好，我们看实战啊，他走的这个，打了长，跳这个，跳这个，跳这个呢，这个地方啊，暂时就是说，你如果硬来的话，是这样吧？硬来的话，可能白棋是不是还是要断呀？
哦，虎这个，有哦，也断这个是吧？但刚刚黑棋打完之后，是不是可以扑进去？我打劫。比如说，你这个，杨子说，说是这样，走这个，因为这边多一个子的走这话，个，是不是劫走会这更个。好一点？如果这样，你刚才那个是吧？说如果这样哈，对，然后黑白他就有可扑能进去。这样是吧？劫财要利，有利才行。对，这个天下大吉，这儿一大堆劫，这个角不知道是不是劫财。搬第一手是劫，一个劫，对，这边，不知道了。这个有点大，是，这个有点大，对，这边如果有两个子的有点话，复杂，复杂，对，这个变化有点复杂了，实战啊，他这个我估计可能不敢，为什么这个会这样？而且你现在不是还有这个吗？这个更加有这个，这个可能不行了，是吧？对，这个再打劫，白棋比刚才划算，对，便划算，宜，因为这两个交换了一下，对，这两个，杨子是这么说的，说是如果你这样，那等于这两个交换了，是吧？这两个交换，当然白棋便宜很多了，这时候一扑，那就打劫了，这个劫可能黑棋吃不消，吃不消，黑棋可能不行啊，这一扑，那我就算找一下再回来，你就麻烦了，是吧？你一提。这个角你可能不能给我吧？这个得硬上这一提你就麻烦了，这就完了。你把这一提都接住，好，这一拐就完了。这个劫人家再找别的劫，就这个棋就不行了。好，我们看看实战啊，这样的棋在这儿实战跳的时候。啊，这这个两个好像还没有，没有对，走，然它后黑是棋这个。是，对，点了一个，双双是要的啊，然后再长，走得很稳当。这个拆二，这个都没走，拆二，然后黑棋飞，飞一个，这要攻这个，然后再来一下这个。这个时候才出手这个，这时候出手了，这时候出手，就是说你如果走这个啊，它是有一个这个。你这个棋呢，就是最近走的特别多，就是后续手段，你应什么都很难过，你应这个也不对，他一打吃，你要说硬扛着这个以后，但是呢，我又虎了这个，这个是先手，你受不了这个，对不对？这个你受不了，扳死了。所以呢，这个棋，你如果吃这个，这个我们又重复一下，他又来这个，让你难受。所以呢，干脆他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转换得难了。吃。这个呢，倒是一个转换两，也是可下的，也是一个是定式的一种，也是个两分吧。一个选择，这是一个选择，实战就这么下的啊。然后他把这个吃掉，然后呢，黑棋把这个吃掉。当然，这个吃的方式啊，也有这个的，这个也有，就看你。选一个要上要下，这个呢就多一个次，是吧？实战就这样下。那白就这个，这个不行吗？这个可以，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吧？比叉二更积极一点。对，这个确实黑棋硬在哪儿也挺头疼的。可能。如果是搬的搬对话，搬大退一个退一个退一个，黑棋粘上。对，飞一个，对，这样飞在这儿，那这很明显要比叉二要比这好儿很多。主要这儿对你呢还是个攻，就是威胁呀、啊，是，对你这个不是威胁吗？还没有活呢，对，对啊，我这一走你不是就很难办吗？是，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我觉得白的。还可以啊，这个一直没走，这个一直没走，总觉得那个之前先走啊，考验对方是比较好。这样的话，白棋很好，或者说还有什么，就差不多吧，就是这样。
尤其这边还有颗子，哎，对，黑棋在这要一拖。带就更没有办法反对，击因为了。你这个扳，它长，把那个弃掉是不可取的吧？这那个它脚太大了。你是，就我说所谓弃掉就是这样的，这个受不了吧？对，或者黑棋冲冲重它断，弃，对，它断，尝一尝一个，对，它把这个走了，这个争掉，扔掉。然后好，我粘粘上，上，好像不可取。拔一个。那个有点大吧，那个角，对，是超级大，好像走不得，走不得，好像不行，不能这么想，是，对吧？好，他没走这个，他是走的这个。我还有一个这个底杆，这个他可能往下立了。用这哎，对对对，那也比那个好吧？这个不可以吗？一路出来，那这个呢？其实是黑棋也放心了，这个黑棋倒合适了，黑棋合适。你这个比较，跳黑棋这样，黑棋合适。这个尖是白棋的，对吧？怎么样？然后呢？哦，这个时候来了，这个时候来了，这个时候终于来了，这个。黑棋挡那个挡住，黑棋对，挡。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断粘上，就一样的那个粘住，对，要粘拐吃，对，飞了，飞这个，就刚才这样，黑棋就是这么想就这的，么赶的，但是这个呢，就是说我那边后了，他可能也来得狠了，铮自有力，他就跳出来了。冲断他就把那个吃掉，然后你铮不掉我，然后你中间那个。长棍子就飘在外面，我要对你进行进攻，这个比较强硬。对，郭子豪的棋风也是力量型的，哦，力量很型的。著名的力量非常大，网名啊，叫"印城之霸"嘛，力量怎么很说？大。应城之霸，印城，印城。对，印城之霸很有名，以力量著称，哦，就是在网上下了一个账号账号，啊，所以能哦。看到这步棋实际上看似好像是很平稳的补一步棋，其实在积蓄力继量，续力量，这边要准备动出。这个郭子豪看着瘦弱，但实际上力量很大啊，是力量型的棋力手，量型的棋手，往往是这样啊，越是看着瘦弱，但是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场郭子比豪，赛现场画面的郭子豪，哎，他这个动作，郭子豪在手在怎么思，每个人的思考方式不同是啊，哎。我们看他手一直好像在动，在点，实际上可点能目在啊，点目，有可能，也可能，有可能，这个呢，你看他的动作就不是不一样，这个每个棋手啊，这揪头发，个这跟柯洁差不多。对动作每个动作不一样，对，有时候知道他的思考习惯之后啊，你知道他动作的，有时候猜动作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形势的好坏，很多人这么说，哎，就我从他的微表情能从看出他来。的动作，哎呦，这个形势怎么样，就能够。有个答案，对，但是现在都是网络对局，只有旁观者能看得到，对局者看不到看不对着他方。的动作了是。也，但是这样也不会受对方的干扰。啊！哎，这顾子豪盯着他，就下意识的拿那个手指头点目啊，是吧？对。这两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他们两个是看不到，我们能够通过屏幕可以看到他那个，人的这个表情，是。好，我们看这个实战。这个现在呢，这个时候就进入要战斗了。你刚才说他这个力量大，在此呢就可能要显示出来。对，施展他的这个力量力量，了，我们时看候力量到了了，啊，冲断，这是必然，对不对？然后白棋反这冲，必须的，打吃他提掉，踢掉，这个也没说的，再打一下粘上。他那块儿这块团着呢，应该死活不是问题，因为这里有个断，对吧？现在死活是不是问题？那么下面就是这个怎么处理？他是粘上，先把这个粘上啊，先粘把住，端点粘上，他把这个长再出，拉出来，把这个长出来。长出，是吧？对，飞也是，然后黑棋是白棋跳。白跳，跳在这里，
跳在这里哦，跳到这里啊，他可能还觉得这一块啊，这一块的死活是有问题啊，这一块，这一块本身这一块眼位有就不是确切，还有啊，就是说他不光有这个点，有这个点，这都有那个什么，最少是。是吧？这个没有活，这个，是。那么这个地方白棋这个结构啊，好像有点问题啊，够凶。紧靠。对，这个可以，这是拼战斗了，拼这个力量。那块没活，这块也不干净，那就大家互相缠绕，这个是显示力量的这个。这个水平，就这个地方局部是要显示力量，那就是我是尖这个，是吧？对。尖这个，因为你要是搬这个的话，他就那个，大家都互相进攻了，敢不敢？不敢吧？如果互相气的话，谁大？目测感觉这块白棋吃的大大。啊，这块大一点那不敢，啊，这个那大。你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有些过分呀？哦，也没得，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应了这个棋。他说先来这个吧，他走这个，然后贴一个，借力，借力发，借力搬，长一个，然后再跳。就是说，你如果拐，他就虎。对，大概他是希望这样虎，这样呢，这个不敢熟视无睹吧，不敢脱先吧。但是折腾折腾完了之后，他再转身再活这个，他就是想这样。他没有，他是长的这个，不是，他是飞的飞过来。那么再贴一个，嘿，走的凶啊！我们刚刚说公子豪力量很大，感觉这个村川大介力量也不小，9段了，到这个时候你要不战斗也是，那你就没法当9段了。这个时候只有战，是吧？不能退让不能退让的棋局，不能退让。这个呢，这两不能救了，好像。如果这样不合适吧？这还是断打，是吧？实战白棋是搬搬了，啊搬的这个，然后这个被吃掉。行吗？这样，哎，感觉这个黑棋挺好的，这把就是这边处理好了，这边也没什么问题，吃到2个子。这个要他们的力量了，公子豪的力量要显示出来才行。他是走的这个，你看啊，看他，他冷静，他走在这儿，他主要要这个，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还有断，其实是有断的，有先手之味道，他是这个，对不对？粘上，对。粘上这个，粘上这个，然后黑棋是单提。补一个如何？不那个，不这个吧，不这个。这个上面有个眼啊，不对，大概这是样不是吧。担心白棋压是先手压呢？他提，只有提，对，老公是啊，是担心攻击这一块棋嘛？那这两个可以不交换，不交换，先不走先不哦，走。对，先不走，卖掉可这一下。以先跨段，跨段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儿太直接了？断一个，打了长，如何？可战，可战。白棋可战。哎，这毕竟白棋这周围子力非常多，很厚嘛。再次一战，
他没有这么想啊，他是这么来，单提，单提呢，就是说，哎，这个没有，单提两个，当然你提的是很厚啊，他是想说什么呢？你补哪个？补这个呢，有几段，补这个呢，我顺势再挤你一下，是吧？有点不舒服吧？看你补哪个。他那个也不走了，直接这个够狠，够狠，够狠，够狠。煎了一下，如果你走这个，他要准备这个，准备这个，准备这个，哦，好，直接把直黑接，棋挖死了，他这个就打吃粘住，白粘就住，粘上，对对对对。回不去了。不，你这儿还有问题呢，这啊，儿这这还你有的挖的问题，问题很对，那这个黑棋不行，哎，对，嗯，这个黑棋不行。黑棋实战，它是走的棋上面，啊，哇，棋的这儿，它挤完之后，白棋粘上，粘呢？对，粘上，对，粘上。然后黑棋是不是要想这样？我估计是这样。嗯，冲这边，哎，我估计是这样，哦，他要抓这个。哎冲呦，这个，要这样的话，可能你如他所愿了。嗯，这白棋这边得先补一个，不走的话是被封进去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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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他粘，想，他有可能是这样，他有可能对，打完一般粘。啊。哎，对，打完一般粘啊，打完一般粘，般粘。哦，这个白棋好像很危险啊。补了，他搬粘度过，这儿有一个眼，在底下还有眼，好像黑的可粘，是吧？不管走哪啊，黑棋可粘。如果这样的话啊，他希望这样，但是胡子豪，我估计不是这样。咱们看实战，这个地方一下子进入了白热化，就是马上就是一个胜负的关键处了。挤的时候，白棋局部脱先，这边走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靠段，哦，直动接手了，靠段先期动手，啊，然后对靠段，好的，先动手，嗯，先动手，哎，挤了一个。不，他是挤的要这么断，他是实际上这样，这个地方他要这样，哎，对对对对对，够硬的，够硬的，这个两个人下的相当。酷，那就大家拼了，只有就拼了。看谁力量更大了。哎，对，拼力量，拼力量。哎，反正现在这个把这个冲断，他就是说这块棋也是未知没活啊。嗯。这下再加一手，我觉得是没戏了。哎，这个但是这个棋黑棋，这块棋是怎么回事？力量好大，力量相当大，你相当拼力量。他呢，两个选择，一个是打了贴，对吧？他是单长的，要么长，要么打了贴。他单长，他说你长这个我能跳，暂时没事儿，冲断了我能打出来。他说这个打了贴呢，还怕影响那个什么，那一带的做活可能有点，他怕他都压过来。他直接这样，实战这样，哇，这个实战。好，已经下成这样了啊！哦，下成这样之后呢，黑棋就这一块，总不能在他加一手吧？这加一手的话，肯定是黑棋要死了。这个我觉得就往那加一个，这块棋哪儿来两个眼呢？不可能了，很危险，不可能对，有俩眼。啊，这个呢抓不住，如果冲断是没有的，实战黑棋这边走了一个，走了一个，补走了什一么？手，啊，这边补了一手，二哦，路二路，点，求活，嗯。求活，这个棋呢活不活先不说，但是呢，白棋马上来吃呢，需要费点劲嗯，儿，是不是？比如这个，这个是吧？费点劲儿可能。这个做什么？给搬一个。搬呢，我就高兴了，我就虎着就走一活个。了，这样像活形吧？嗯，这就有点像对，活这形。个挡有先手的疑问哎，儿，对，将来有个挖。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可能最狠的话，可能点我粘上，然后再吃我呢，你也辛苦。
对，只要这个词好像，哎，对对，度过还别吃着吃着自己眼位也受损，是。要小心。这个反正是现在走成这样，白棋也暂时先搁置，先不走。他走什么了？白棋这边先粘了，哦，这个太大，太大，太这大，边先粘上，极其大，是极一其大，手。极这其边大，如果强大之后，这边就可以以后开吃了。太大，太大，太大，这个大。这个太大了，它一粘呐，这块棋现在有点搞不清什么呢？你如果不走啊，我这一立就冲断一立，冲断了一立啊，黑棋要小心，是不是啊？所以呢，黑棋也得走。哦，走之前他走了一个压，压倒是先手，压是先手，不走这一夹就死了，是吧？压是先手，这个你要查我还压一个都难受。他走了一个这个，小尖，连回家。乌子豪是这么认为的，他没有打了贴，直接这么走。要早知道我第一感我也打了贴，是不是可以考虑？哎，我的比较俗一点，我就打了贴，贴了，这样能扳住，是不是好一点？要我选，我有可能这么选，扳了我侯，断了我打，我这个我看得清楚，紧着气。刘老师，您是想吃这四个吗？不，我两头拽，哦，两两头头拽。拽。我是说这个也给他压力，那个也的。我第一感是这样啊，我是想这么不给想。他喘气儿的机哎，会。对，他是单走，当然这个很坚挺，就觉得对这个不影响。但是这个一跳呢，被他一压，他走这个。这黑棋呢，这个地方可能还有点利用，就没有这两个选择都可以，我认为都行。好，黑棋是粘回来了，现在他一尖这个，既然你不冲，给你冲你不冲，冲断之后啊，黑棋也好选择了，他没有冲断，结果他走了一个这个，你不冲我就粘了，先粘上，看着是，是，反正他连回家了。对，而连回家呢，粘回去我不知道好不好啊？这粘完之后，这边粘也是有先手，是不是也在兼顾这一大块棋哦，对了，眼位的问有题？关系。对，这个粘是先手，刚才杨子说了，下一步怎么吃？这个我估计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道题。怎么吃这一块是吧？哎，唯一的一手，唯一的一手。怎么吃呢？对，大家知道啊，这唯一的一手，在这一走，就把它吃掉了，是吧？这个是先手啊，这一走就吃掉了。对，好，他粘这个之后，黑棋、白棋走什么？白棋是虎的这个，虎的这个哎呦，这个有点，为什么虎这个？是不是如担果。心这块棋没活呢？这个他不走，你看他放着不走。如果走着，他可能是这个，是吧？对，有可能左这眼。样，哎，做眼。这个完了之后啊，你如果这个，如果这个，你看他这个也先手，这个也先手，他就一顶就活了，是吧？做方块了，这围出来这个就肯定是活棋，对吧？哎，顾子豪虎这个认为是一个要点，他这个力量还是很大啊。这个岁数不大，你力量很大。然后黑棋接下来是对对对，搬他反这正个，也没有那个，他就要这个先手，他顶对，了一个，搬顶了一个顶了一个，对。不，这个时候这个还是先手啊，这个还是先手，他就没走然后下到这里的时候，了。刘老，我们已经追上了这盘棋的进度。哦，完全同步，是的，完全同步。现在呢，从一点下，那么下到现在呢，接近3点，也就进入读秒了，对，也进入了真正的关键的地方。读秒那显示水平，显示平时的功力了。前面还有一些这个时间，你还可以琢磨一下。现在呢，是这个读秒的压迫感呢，就是。你这个
就没有的犹豫，只能是往前走。是，就是拼内功的时候到了。对了，这个是显示水平的时候到了。嗯，好，那刘老，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好啊，一会儿再为棋友朋友带来下半场的比赛。好的，啊，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嗯，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解农心杯第二阶段的首局比赛。啊。刚刚刘老，我们刚刚讲到最后一手，其实这里、哎、是的，顶了一个，他搬了一个，他是走的这个，嗯嗯，便宜了一下，就在这儿啊。对，这棋局啊，现在真的是焦灼状态。你要说我说谁一定好啊？我现在不敢说，不敢说，至少是还很乱。是吧？很乱，这也是显示力量的时候。又是双方啊，我觉得这差不多读秒了，我不知道具体时间，但是根据我们推断差不多了，至少有人读秒了。现在又是个混乱阶段，我看现在呢，不管黑棋现在在这儿走了一个，这要跳下去，对吧？要个先手，正常啊，可能是你。这个居多，这个居多，哦、对，直接靠住，哎，对对对，那黑棋就尝一下，尝一下或者这个，哦，靠一个，嗯，来靠好一点，靠下一步有一个挖，这个挖好像让白挺难受的，就挖一个啊、哦，对对对，他可能他想是这样的，他说这样这样让你。让你那个什么、这个、考验一下，断点很多，然后下一步这个一靠，好像对对对对对对已经死掉了。两颗子，对啊，你他想走成这样，嗯，他想走成这样，你选一下，你说这我再来一下，你难受不？嗯，对吧？你不知道怎么应，是，这样呢，就是说，而且这一般，这让你难受，所以这是黑棋的想法啊。但实际上这个姑子豪你说的力量大，他这个时候置这个跳下去与不顾，在这个地方点，嗯。点杀，还想着威胁黑棋这块棋。那实际上这个棋它是个先手，它给你的，它让你先交换一下。对，它直接交换了。然后白棋粘上。粘上，其实这个还可以慢点交换啊。这下先不走。不是，我就是这个、哦。这下不走。但是它现在也读秒了。嗯。说真的，现在是比较焦灼了。它是粘走了。对，走了一个这个，然后白棋粘上。粘上，对，这个必须的。这也只能粘上。哎，对对，这个是。必然的一个那个什么，然后黑棋挡这个，挡这个，对，其实这个棋啊，当时啊，他不顶，他退一个不行吗？其实这个时候啊，他搬的时候他别顶，退一个不可以吗？嗯，退退的话，这样粘就是后手了。哎，对，再走这个，你可能只能双了，你粘这个就后手了。对，后手后手等于我走这个了，是吧？嗯。但是姑子豪下的棋我有点平稳的不知道对不对。现在姑子豪这么下他还是很自信的走这个。黑棋走这个也很大。嗯。为什么要求断的要走这个要活的问题。这块棋啊活的形状有点像了。为什么你这个一走什么眼位也很多多这个眼位也很多。是吧暂时要吃死他是不容易。嗯，后面关键这个你不能让跳下去啊，这个太大了。好，姑子豪真的反击了，他来得很，他不是这个，而是这个，嗯、这个好，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不只是防守，他要啊，对这个还有想法，对不是他要把你都留下来，哦、你本来是要那个什么，要试探我，现在不了。嗯进行反杀力量出来了力量你刚才说的力量大、嗯、这个地方体现了对体现了现在看你走什么他是希望你啊要么粘要么走这个哎这个呢白棋顺着走你就活吧这是他希望的嗯哎你要走这个那也没啥劲这个不行他我估计是不是这一类的可能再想想办法吧但是这个可能白棋也有他的办法。嗯嗯，
他走的什么？他是靠的上背，这边先靠了一下。对，靠背。这个胸啊，这个胸，这个什么意思啊？你如果搬，他就希望你的走这个吧。哎，走这个，走这个呢，我黑棋啊，更加来劲了。我要走这个。哦，连搬。对，要连搬。连搬，跟着你走，看你走什么。这怎么办？对，看着就很难办呀，打吃。我粘。对，这个好像白接下来难以两全了嘛。啊。这个吃底下是比较出事儿了。对，打吃这个。啊，上面有打。是啊，这个棋就有点复杂了吧？啊、或者是说，白棋这边加强之后，这块棋死活上暂时没有问题，是吧？这个棋呢，比如这个，至少它下面你已经无法回去了。嗯，我就给你来狠的，比如说要靠断呢，还是走这个，不知道。嗯，那搞不清了。这个棋它反正先靠了你之后啊，是它的。像这种棋呢？你越是跟着他走，他的变化越多。嗯，哎，这个棋就是力量，他就自己不理他，这个是最狠的。嗯，跳了一个。哎，不要理他，这是最狠的。然后黑棋是虎，虎一个，对。白棋立。立，对，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嗯，力量显示了。对，这个地方真的是拼大力量了。两个人尤其在读秒当中这么复杂的局面，其实这个像这样的棋给他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还算不清楚呢。哎，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时间。而且农心杯的读秒还没有很多次数，就一次，就一次，一分钟，特别快啊、一次过完之后就没有机会了，对对对，就没有什么多余的那个什么，是多余的想法不能有，让你要很快，对，要做出决断、嗯、特别要做出决断。我觉得这个跳跟这个力，这都是孤子豪力量的显示。嗯嗯，他是粘的。对，黑棋粘上。嗯，哦，粘上。如果这个不行吗？这个我不知道。嗯，那白棋就打吃。如果你打，我双打。嗯，再打，再拉下去，对，然后先踢一下，嗯，暂且感觉没有，这个劫财先粘上，他反正看看怎么样，想办法活呗，他就是这样活、哦，想办法活，这个脚上就不要了，就是你立我搬粘，反正之类的，脚上立挡住，就是各自活吧，嗯。各自活，关键是他如果腾出手来，黑棋有厉害的，这种来杀你，这个也先手，这个也先手，好，拼力量，他是粘的，他是粘的，他也没靠断，嗯、他是尖的，尖刺，尖这个，尖这个、嗯，他走这个呢，害怕这个，哦。还是有靠，害怕，害怕这个。那与其这样，你为什么不单靠了长呢？单靠顶不就行了？那等于是这两个交换，对不对？是。这两个交换，不，这俩交换让这个尾巴哦连上了，连上哦、嗯，本来是这样，本来他怕他回不了家是吧？对，靠完之后有冲，不，靠了它已经冲出来，直接冲，对对对，冲冲冲冲，对冲，对。而如果这两个现在目前来说，它靠的时候能够挖，是不是？啊，可以挖回去，可以挖回家啊，就不是虎了，就可以挖回去。挖回去，对，这个暂时是个联络的形状。这个地方真是。最希望给我点时间，真的我们算不清楚，我们紧着摆还摆不清楚呢。对，而且他们在实战当中还有读秒的催促。对，而且你心态的调整都得看水平了。他粘的，粘的这个地方，如果形势不好，我就觉得靠断
可以拼一下，看不清楚。好，尖刺，他没觉得行为不好，他尖这个，这儿有冲断呢，是吧？他尖，然后再尖这个，这必然呢，再往下靠，嘿，啊，这块棋要小心，没火啊，也不能放刃，这白棋底下还就没是火，一直延，对，这一直延，嗯，这边假如你也说这危个险是吧，啊。啊，这个顺着走，这样是吧？对，这样。这样对吧？他这儿冲一个，挡一个，他可以挤单挤也行，单挤就行，这样一样差不多吧？哎，这得粘上，站住，这个活了吗？好像没活啊。哎，暂时像是活棋，像是活棋。对，加这可以立。嗯。对，不是，就算扳着了，好像是这个眼不好碰，它因为有个猴一个，哦，对，是这样吗？是，这靠的话，侯先生这一冲，但上是呢，下都不我只行。要什么呢？我只要把这个阻住了，关键是我要杀这个，上面也没活。对，搅在一起了，它能够。这个是变成先手，就厉害了。他比如说飞一个是先手，对吧？飞这个，你再走一个，然后要杀。哦，这两个没有。我们之前找啊，劫财的对，时候，没有，布局的时候对，没拿没掉拿下。对，啊。好，实战，我们看实战，杀的一就要杀的昏天黑地了吧？现在是一个。绞杀状态，它不是长的，它是扳的，扳的它就断。对。嗯，哎呀，这得要看 AI 的给的提示了，这个现在有点乱了。实战就这么下的，这一断呢，你如果吃这个，那它是必然是这个，必然的，对吧？这白棋得粘上吧，粘上我一这得提，粘上先。如何是好？这个跟这个有点儿好，往下立。立，好，立一个。哎，立一个倒是有个点吃通啊，有个吃通。哎，这个不错，这个有个吃通的话，像似可以。不过黑棋，嗯。哦，不行，我刚看错了。我想黑棋如果团是先手的嗯，话，他把比如说这个回了家，这个里面没活。加完之不，后他通是没活。过，你比如搬，是没有活。你走这个吧，这个点一个是没活。嗯，没活吧？哎，对，是的。好像是没是活。对，这个几是先手，嗯，这几是先手。白棋立的话，这里边我打劫。对。立的话，它就是劫嘛，是吧？对，没有活，是。嗯，这儿有个点，这样没有活，气如何？杀气，对不对？哎呦，又是一个大考验呢，一步还看不清楚，还看不清楚，这需要时间去计算对，啊，有些大哎。棋盘看不清。我们看实战啊，实战等了一个什么呢？等于这样，实战，他没有去吃，他是单团，他是虎的，等于是这个没有扑，没有扑，我少剩扑一下的下。都一样，少扑一个，挺好啊，少扑一个。如果收气的话，这个扑不扑是一样的，对吧？你走这个，我估计是这个，然后呢？这个没有扑，对气可能好一点。这个差不多吧，这个差不多，因为这个别的就没有什么了。这个他不走，这个受不了吧，是吧？他还在走这个，然后那就搬走点，这样差不多。不知道这个气怎么样啊？
你打劫不适合吧？打这个劫肯定不行，劫财呀、啊，那门儿。哎，这个棋变复杂了啊，复杂了。哎，我们看，黑棋没吃，白棋没有哦，立。他要走妙手吗？他是走的这个，吃，这是必然粘，对吧？看得懂吗？如果，黑棋粘白棋，是不是还是要这个挡的先手啊？挡还先是？手不，现在走不到什么了。你要当然是，你要希望是断了走成这样，当然是就是最满意的，又没这个点了，对，多底一个下挡，打先但是走手。不着啊。你断的时候，人家把这个开掉了。这个走不着啊，你如果立的话，他就黑棋就这个了，不可以，该点还是有。嗯，实战就这么下，那他就补这个了，是吧？先打完再打，再挡，是对，不是担心如果单立以后打不着了呢？担心什么？担心这个。黑棋不打，走了，哎，打，他给他了，比如说给他对，黑棋就地做了，活，哎，对，他怕这个是不是？怕你这个，有这个担心吗？是。从他的行棋的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不可能然担心这这个，走一下肯定是亏的呀，挤一下。担心这个，担心比如说这样，或者这样，担心这个吗？我说，不明白，虎先手是吧？不明白，对。不会，这个棋呢，它逼迫你去，应该是走这个。这样就让黑棋没办法。没有其他变化不，可以选择。你要再走呢，被它吃的多了，这个你受不了，这个吃的大。是。哦，它是粘在这个，不要这个点啊。嗯，不是这个吗？我看不懂，我估计啊，他是这样，走这个，你这样是吧？他就这样，这样杀气，对不对？他觉得这个杀气气黑的不够，会不会这样？有眼杀无眼吗？对。永远杀无眼。气不够，不明白，是吧？气。这个可能得需要时间有计可能算一气不下，够，他有可能觉得你气不够。挤一下，嗯，挤一下会粘上。对，你算算气这个，对，主要是这里边黑攻棋气，攻气太嗯，多，要不停的往里收。对，这个黑棋好像气势不够，是不够对，啊？哎，朱子豪看来算的是有点准，是吧？这个点看来不可怕，是吧？气不够。啊，要气够了，他就不就担心就这个了，他是这个，那就气不够就，等于是啊，把这儿给黑棋了。那给黑棋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走这个，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眼，先手眼，看到了，先手眼，对，中间再搞出一个眼。搞出一个眼倒是我觉得可能性很大，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看见吗？这个地方是有个先手啊，这有个挤。上面还是能活的。对呀，这个眼位很有可能哦，很有可能，就有个挤，就是你如果爬，它可能都来这个，
不，他就现在目前走这个就行了，眼位就出来了，是不是？你可能还得先走这边，先走这边，先走这个，我估计这个是个点位。哦，他已经走了，因为这个是一走就是眼了，你如果走这，他就已经活了，是不是？所以他这个是个要点。对，白先拐。对，先拐。先拐，这个还都没走啊，这个是他的先手，先不要马上走，实战就这么下的，就这样走的，这个在这个走，现在拐这个，拐这个，假如这个，假如这个，对不对？他可能是这个，还是这个？这个一眼望去，局部黑棋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活呀。这边没比有如眼我走这个，走这个假如活。走这个，哎，对，你得走这个吧？对，白棋如果冲，对对对，他这个这个像不像活？像啊，像这个活。活，这活了。其实这个团是先手，不，这个先手哎，这个活眼了。位很多。对，我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像是活棋啊，像活棋。他拐了，对，他拐了，这个好像就活了吧？像是活棋，对不对？像活棋，他可以搬一下，是吧？他走这个就活了。你这个我就这个了，是吧？这两个可以说是。他可以先单走就行，剑河，单走，站到一个，你这个我就眼睛看得清楚了。对，你这个呢，他就这一下，你必须这个，对吧？这下就活了，放在这儿不是眼位吗？你记着，你走这个，我这个这个，这就看得见了。这不是就对，这上面眼一瞪。瞪把眼睛给瞪起来了，对，活了，对，活了，还是活了？不，这个也前提是要把这个对，先走先把那个先走掉，掉。哎，得，对这个不能忘了。对，对，他实战啊，哦，他一拐这个，他实战就虎了一下，这是他先手，活了怎么样？活了是不是？黑棋活了的话，会不会黑的还可以？不知道这个棋活了，这棋局有点搞不清了。还是一盘要善战的棋局，还难说啊，还难说。他感觉白棋在这一带还得争先手，如果落后手的话，这脚上其实没吃住。哦，怎么讲？这个拐完之后里边是活对，棋呀，对，你要扳了打劫，那你就这太辛苦白棋这还没活了。哎，呢，对，很大很大，那留着一个非常大的对，棋。现在这个先手太大了。现在很大的棋啊，他是扳了一下，这都是要读秒，我估计是读秒，读秒，而且要把这个卖掉，我觉得把两个都卖掉对吧？是，卖掉之后走这个，对，活了。他别的选择好像也没什么。他可能还是要先走这个，不过我们看他这落子的速度比较慢，可能也是在利用这个时间点点目，对，点目。因为是读秒嘛，他可能会读到最后一刻把这个下掉，先判断一下形势，在这个期间。棋局仍然很复杂啊。现在非常复杂的棋局，还是复杂。现在这儿留着一个非常大的棋，是不是啊？这块棋黑棋还能够应该有搜刮的地方，比如说我走这个，走这个，感觉这块棋局部，
不像没是活，活这不是你棋。打了，我这儿如果都厚了的话，你打我可以立了打劫。对，这就给我打这个一劫。飞一点，你冲这个眼位没有，嗯，至少没干净。我劫是。财有力的话，我可以动手。现在变数很大，变数很大。好，我们看他已经在读走秒的当中，是，这个不得不走的啊，他是团了一个，嗯，这个是他的先手，站上，对，然后继续长考。利用这个读秒啊，时读秒，间这个判断形走势。了之后呢，它主要是什么？这个地方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两个交换了，对上边白棋活啊会好一些，但是这个只能这样了，它只能如此。团完之后，我估计是这样，估计。还有一种选择是什么？还有一种，这样被他冲了，好像这个没有的选。是不是啊？没有的别的选了，没有的选，好像就这个，就比较最直接的就是这个，就这个可能是最普通，哎，最直接的，这两个最好不要交换，单走为好。估计是这个，然后你做了这个，以后呢，你可以这样点。是不是？点呢？你打吃我也会反打，你可能是这个，那我这这个官子便宜个，很多，对，所很以这舒两个服。交换呢，有可能那个官子啊就没那么舒是坦啊，哦，他不满意，黑气长。不满意是长的，长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长的，这没有。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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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啊？我估计想这个呢。断，他想这个。这断白棋也只能退回来。哎，这对，吃的话没要有。出事情了，哎，对对得往回对对对对对。退。然后，然后接下来接下来啊，这个要冲接击白下棋了吗？来是走什么？接下来他想走什么？加下去吗？没啥，没什么，这个我一眼望去是想什干什么？这个顾子豪挑一个，有点那个，他有点懵。我看啊，他是不是白这棋现在该白棋走，白就补了？白棋补了一个，补了这步棋，对，然后这个两个是没有的，对有对黑对对。棋是想断是吧？不是，我就是说，如果你不补，不补是什么棋？不补这里边，好像是有一个不，飞，他就是说，我就这样。就想尖，哎，对，那白棋就退一个呗。退这个，推这个，对，他要这样，要这个厉就害。要直接断，他这个都先手嘛，打我可以长，这白棋吃上面，吃上面。好，吃这个的话，把这个吃掉了，不行，是吧？哎，这个棋比较厉害了。有黑棋不甘心就地做活。做活之前要给白棋制造一点麻对，烦。你说我搬好，我这个团是这个是先手，这有一段，对不对？这个等于你也得去给我补这个段，所以呢，白棋补是对的，补一个好。实战他尝完之后，那他就不敢走这个了。哦，他走这个了。这两个交换好吗？读秒，读秒，对，读秒。啊，这个这也边交也换，这交个交换换，这掉是他的，了。这个没有得保留啊。对，这眼得先走出来。再端。要断这个。断这个。断这个是必然是这个了，是吧？必然是他，必然是这个。这个地方有没有棋？有没有棋？黑棋如果就加一个呢？加对，完，加这个，他就吃掉。然后就挡下去。对，挡下去，好。
打一下去，打我上看去，行吗？把这个冲一下。啊，打一下。对，好，劈掉，这儿卡一个。卡一个好棋，卡一个好棋，卡一个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反正要给我杀气啊！卡一个有点不舒服，至少他可能是这个吧，我粘上。嗯，我一起把这个先粘上。哦，它可以这样，它粘这个，粘这个，粘应这该个，是接粘上。粘这个，因为我断这个被你这儿断我，你吃我打劫有可能是吧？打劫就打劫就打劫，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哎，黑棋还是做活了，这里。做活有可没错。能，有可能你走半天。弄得无用功了，你走一个这个，对，他走这个，这没了。那这一场你是不是就难受了？还是我看他没时间了？这是当然是活的，但是那个有可能损呢，这都损进去了。就这样吧，他就做活吧。哎，这个。哦，他还是想把它粘上，叫假如这做，个，假如这个，他走了一串儿这个，就做活，直接做活，啊，他走了一串这个，他就觉得便宜吗？不便宜，不便宜。感觉不是很便宜。感觉不是多好，哎，这个出现他表情了啊，这个村川大介从表情上好像不是很满意，实战就这样，走成这样，这是就是实战，实战他已经下成这样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这几招棋我觉得没走出东西来，感觉上没有特别的觉得。眼睛一亮，有点东西啊，没有，像似没便宜，是吧？对，然后直接，对，是活的，刚才活是了，走的这个，活了。那要这样的话，这个棋这几招棋交换不可，这两个交换也拿下来，就干脆就这样了。这俩其实是不是也都不应该要拿交换，走？对，这都是都没半天，这几招就 都没啥对，意思。因为没有这俩，刚刘老说这有一个，哎，对，有个点，对，有点个点，的收官好手。是啊，这个点本来也很舒服的这个点，还是先手。这一招棋，然后这一招棋好像亏了，不便没有宜，便宜然到。后这招棋也没觉得便到哪儿去，这反正没走出东西。本来你要尝，我觉得本来是跳的形状。藏在这儿，这一串有可能损，有可能影响的。这个棋呢，走成这样，至少这一带读秒当中，这个村川大介没走出好棋，反正我觉得没便宜。是不是棋局还难说？但是呢，我怎么觉得这个棋局往白棋方向偏了？之前有点看不清，现在你这走了半天没走出东西，让我看清了，可能没啥便宜。哎，你看啊，白棋搬一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怕什么呢？不太明白。也许他觉得，这个地方很想脱先，这边对呀，那个补很一大呀，手，我觉得很大呀。得先把这吃干净，对，
搬了一个。搬了，白棋搬一个。我怎么觉得那个地方想加一手？黑棋这个地方要不要拐呀？那拐脚上被他搜刮一下，挡是本行吧？挡一个，挡有可能是差不多，挡是本行的感觉。或者黑棋如果想争先的话，啊，断一下，哦，不不能愿意，断，不太就是损了说是有点吗？不肯，不肯，不肯，他就想补官子上，损太多了。不想走。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棋，是吧？黑棋谁都想抢那个，我就抢这个呢。他一活了之后啊，你白棋也要被他搜刮一下。感觉很大，是不是啊？感觉很大，二很大。可能他没吃干净啊。比如说，你白棋要走这个，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他是不是有这个利？这里有个跳。不明你白。白棋就团先手抽完挡住，你确保自己能活活，下来就行。得看看了，得看看，或者说这个中间是不是有点问题？不知道了，这个棋我也搞不清楚，搞不清楚，这个地方看不清楚。哎，果真他是这个是个眼，是个好点，他没走对。哦，搬的时候他直接点了，他立着，那会其实挡，挡，然后把这个割断。哎，那个12没有，对，这个子没有，但是下一步如果这样的话，他会挡这个了，这脚上是没活呀，粘住就脚上不活了。对，粘，对，粘住，是的，脚上已经死了。这白棋有像似有点问题，不是黑棋有问题，因为走上这个之后啊，黑棋赶快走这个吧，不走的话，这个棋还有这个呢，这要小心了，这里有断的。有点问题吧？我怎么觉得后面读秒啊，这个村川大介好像没得分，我感觉是没得分，没得分。越走啊，就是我觉得白棋倒看清楚了，这个公子豪，看来后面还是很厉害啊。是，好，现在这个是考验一下白棋，考验一下。如果这个，对不对？如果这个，走什么？几个？一个，对，一个，挤这个。这个是不是有个？哎，挤这个白棋挡上挡，如果挡上，对，了，吃，好粘，好吃，好吃这个，那白就活了，活了就算了，粘上，那团一下先手，对，做这个活是吧？活了。就是这样，那这两个还没交换啊，这是我们之前摆上的。啊，实战是这样，他然后挤它的时候粘啊，他上不了，冲，比较凶，粘上，对，粘上呢，你这个是要跑的，对不对？
要跑，他呢，应该这个也活了，这倒是也活了，因为他这个吃起来，先吃一个，吃一个，哦，这一块棋我怎么觉得，对，吃这个。这个，嗯，要是你这个如果这样的话，他都活了。断了，哦，断这个，但他这个，哎，这个断一个可以，不，他直接走这个吧，直接走，直接走这个，嗯。直接走这个如何？直接走这点活了。那你不走，我这不是活棋吗？你假如点，我这儿团一个先手，我再吃一个先手，因为这儿要挤过。哦，这儿出问题吧？对，这样是不是？嗯，应该活了，活了。嗯。白棋这个顾子豪，这个应该是活棋，他这打了一个，他拐的实战就是这样的，他不对，是立的，他是打了一个打吃，打吃黑棋提掉，肯定要提他这的，个就活了，嗯，但是这个简单了，他不用那个猴了，是。这个看得清楚，这个活了之后，白黑棋也不便宜，倒是这我个。们现在看到村川大介很懊恼的样子，是的，好呢。对，刚才一直在摇头，哦，是不是对自己的这一串的下法不是很满意呢？也有可能。嗯，等于我们不知道他的习惯，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嗯。啊，习惯不同。从这个地方这么，如果他干干净净的活了之后啊，黑棋也没有得到大便宜。是。这个相反，这个地方留着一个大角。要小心。实战，哎，就这么，已经走成这样，刚刚落子啊，嗯，这倒干净，倒干净了。然后黑棋下一步很快啊，这步棋就挤上去了。哦，啊，看来是已经想好想的了。好了，啊，他可能是这样，我估计是这样，他就这样，是不是？哦，还有这个，是吧？还敢这样吗？那就斩杀。还敢这个吗？粘上这个了，是吧？嗯，这个棋可能是这都个，过，但是活棋没啥意思，还是这个吧，冲一个吧。嗯，倒是这个棋啊，不冲也活了，因为什么？你粘上我度过，断一个是先手，然后他很。甚至可以脱先，可以脱先了。黑棋脱先，脱先呢就把这个挡住吧，这也不小，或者把这个粘住。啊，现在这个村山大介现在开始点目了，我感觉是，头啊，这样的话现在。这个时控的问题，时控。如果天目像如果没有大的空的话，黑棋如果没有特别大的空的话，天目是不是不乐观？有一点困难。有点困难黑棋这一边加这一边啊。嗯，走了这么多，好像没有什么，是的，特别的，哎，收获特别的啊。啊。然后感觉实地上还损失了一些。对，实地损失一些。对。目没有特别大空，从感觉上说，你这种没有贴，就是没有特别空的话，贴目现在都是一个负担。应该如果走细棋的话，白棋的是概率高点吧。不知道刘老师，哎，像日本棋手他们行棋的风格，在读秒当中是嗯，不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适应？没有没有，啊，也不就是见他得。们不太适应这种快棋读秒这种赛制，哎，那不，这个不太像，会哈。就是像他这么高的棋啊，应该都会
都会遇到过。啊、你像这样读秒当中啊，怎么应对啊，这个都不是问题。哦，嗯。就是说，这个还是实力的问题吧。就是在读秒的催促之下，他的反应就没有那么灵敏，会容易出现失误容易，哈。如果在一线的哈，嗯，就每个人不一样，看每嗯，个人的读秒啊，功夫不太一样。哦，实际上过去啊，我们都觉得赵志新呢，他这个老下那么慢，每次都是也给几个小，给8个小时他也用完。但实际上他读秒是最好，越是这样他读秒好，这个就很难说。就他对自己读秒阶段很自信，对，很哎，自时间信，全他用把完时没关间系，都不浪费，八个小时也都那个什么。可是有的人他就，前面他又下得很快，但是真正到读秒也不见得就一定那个。这对，每个人的起手风格，还有他这个，他既然到了9段，我觉得他都都没不什会么太问差，题不会啊，太差。就对这个用时的规划不太一样哈，对。现在你看，走到现在啊，你嗯。都2个人读秒都读了快50分钟了，那就相当下的相当激烈啊！现在哦，他是粘的，挤的时候白棋没有断，粘上，粘在这里，明白明白，这个棋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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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对，如没有果你断，断我，假如你断我，诶，他是会这样，这个打是先手。对吧？打一个，你再粘上，那我这一段就3个就留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棋很奇怪，它是搬过啊，搬过，搬过，对，搬过，搬过不能脱先了吧？这一脱先，我这一段怎么办？这打了也没用了，对不对？再断我一吃，不是就没有了吗？白棋。这白棋在跑会发生接不回，对了，跑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棋它还得再断，还得再断。那这两个交换等于先交换了一下，这两个。交换了。对，实战就这样。他可能怕他冲，我估计就是白棋如果不断，粘断，黑还会棋可能会怕他冲，冲。冲完度过，对，他可能就不度过了。这棋是不是？他就不度过，他对，可能，他觉得这个脱先不太好，被他这样一打，没活，怎么讲啊？他是，哎，你棋还是先手，这没有活棋，因为这个吃不先手，他能挡了，是吧？等于这样，你要是冲的话，他可能你只能补这个了，补一个，对不对？或者说打一个走这个。好，他把这个走了，那搬了，他把这个断了。实战就这么下，白棋就这么定型的。谷子豪比较然后黑棋接下来先把这个粘住。粘上哦，白棋这然后个。黑棋再拐角上，哦，那他搬粘先手喽。然后白棋是接下来跳的这个，跳一个，跳一个。这个形状本身呢。这个黑棋这一块棋就有点困难，这个杀手锏是很厉害，很厉害，没有活呀。假如这个，对不对？他这个这黑棋冲回来，冲回来，他尖回来是先手，对不对？对，这粘回个来，粘粘回去上，啊！我打劫，打无忧劫了。我打无忧劫，有劫财吗？感觉黑棋在。这一带，这都是劫财。目测感觉这块是比这块大呀，没点目，感觉是这样的。那如果这块比这块大，这可能就不是劫财了。这可能就黑棋不好办了，黑棋不好办。已经走了，他点了，黑棋不太好办了。尤其你把这个接着之后啊，粘了被他度过，白棋也没劫财也没什么了。他以后搬粘还先手，搬粘都是2个劫财了。这个劫财，这个搬粘黑棋不得不理，危险，黑棋很危险了。
白棋是要打劫了，是吧？不是，要白棋这样，就是先点你，点先一难下受一下。哦。走什么？好像也别无选择，别无选择，只能冲或者冲，对，冲那个吧，冲哎，冲对，这个，冲冲哪那个个，都哎，一冲样，那好个像啊！是。我接你一下，哎，我怎么立这个就可以啊？或者刘老师，这个可不以把它立，当劫财走。对，如我就当劫财了，如果真的开劫的话，已经当劫财了。这个你是不可是能也可以？不，这大概他会走这个，的这个，因为他逼迫你走这个，打这个劫，我有可能中，这你对，还是先尖就拉倒了。他尖的这个，差不了太多吧？尖这个，尖的这个，他实战还没有立，没有立，他尖的这个，差不多了。他要么还可以粘是吧？没必要，粘虎，再粘，差不多，有点难过。这个棋呢，就应该下到公子豪比较舒服的阶段了。这样的话，现在打劫本身就很难说，然后控呢？也不差，控也不差，这个就很好下了，很好下。紧接着，你看我这个是劫财，我的劫财一大堆啊，这是劫财，这儿至少都三是个劫劫财，财是能找到的，这儿还有两个劫财，打一个，下一个还有个脱先，俩劫财，是吧？两个劫财，三个劫财，四个劫，五个劫财，这中间。这儿还有一个劫财，这个劫财已经多了。对，这好像全是，哦，都这儿是，是劫财，对，对。团一下也是。你的劫财在哪里？找这个转换可能都不得，你那个劫财太大了，很重。可能这边可能是劫财，这条龙应该是比较，哎呀，哦，不对，对，这是连着的，连着的，对，这是劫哦，财，这连着的，有限。这白棋进入的舒服的阶段，也可能看得清楚了。这个棋啊，我觉得八成是不行了。这个公子就可豪，能这不个收官了，有可能。直接一劫定胜负。要，这公子豪赢啊！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我觉得公子豪今天要拿下。没有这样特是，殊的原因的话，哎呀，但是白棋没有打劫，对。哦，搬砖了，他是不直接是觉收得？官了。正常的是劫财嘛，要是我会打劫，还是打劫？我会打劫。我觉得这么，他可能觉得收官即可了，可能他自己判断就行了。这是走成这样，然后呢，冲一个，那把劫财怎么都给走了？边 不打就劫不边准备走不打劫可以了，这吗？是。他可能觉得行了。黑棋没走，黑棋没走，哎，这个棋我就不觉得，是但冲经了冲过了。了清楚的判断之后，觉得自己收官也是赢了吗？对，看一他下。是这么，他这个公子豪他觉得这样赢了就算了，他不想给你打劫了。他们两个在读秒，在数目，我看他手都在数目啊。黑棋读过，对。这个我们从这个进程上看，这个公子豪这个下法就已经是像是稳赢的状态了，就已经看来是不行了。他这个实战他冲了一个度过，他把这个挡了，这个挡了，这挡了，对。要是我可能就这都打劫就完了，立下来打劫。他不愿意，他这样觉得他可能他把劫财算落，可能其实我这搬粘两个劫财多舒服啊，然后这三个劫财就已经放上去了，不，哎，然后黑棋现在该黑棋下，黑棋还没落子啊。对，黑棋还没有走，可能也是在守墓。这个倒是也很大，这个为什么呢？你要不走啊，我这一扑，
要黑棋提。提，我再一立。对，你这个他要那个，然后我这一搬啊，这都是弄得难受。这搬你还得粘回去，然后我这一吃，哇哇，这都不舒服，一连串的对不舒服折磨，对对对对，那这个都是、这黑实地，他觉得这样是想逼对方投了吗？啊，黑棋是吃的上面啊，吃把这个吃掉，黑棋底下没走，把这个吃掉，嗯，这个吃这个，啊，把这个粘上，提掉，对，我估计这样了，我估计是这个。我估计是这个，嗯，这个这个这个大，现在该白棋下啊，白棋官子的话就这个大了，就这个铺了大，我觉得铺了力大，嗯，顾子豪还在沉思当中，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棋了，这个不可能，这铺完地一个，哎，铺了力，对对对对对，已经走了，我相信他是这个，我们想法是一样的，力，这个比较明显的啊。这个黑棋也难受啊，难受，是吧？黑棋，嗯，啊，这个总要粘上，这就要粘上。这个十四目现在没有比这个大的了，十四目棋，对吧？十四目棋没有比这个十四目大的，没有了。其实他要走这个呢，他就干脆立一个，边打劫边收官吧。这个总没有十四目大，他就没有走，没有黑棋就在还在想，感觉是盘面差不多。好，杨子数说盘面，不知道数的准不准，快速点了一遍，感觉是盘面差不多。他这个像这么高手啊。盘面差不多，那就说贴六目半啊，那差六目半呢、像这样的水平阶段，如果差两目，他们就已经收兵了。就一般这种水平，如果有个错个两目，如果错个一目半到半目，那有可能紧张。两目一般他们都心里就不紧张，就已经是大差距了，是吧？他认为两目就可以了。那你说盘面差不多，那就距离出来了。他就不给你闹了，就搬一个。这已经有点不舒服了。这一搬呢，你还得去硬一个，是吧？他是逼迫你打劫，打劫的话，他可能劫财哪个地方有点问题。哦，中间还有不少劫财，这个是有可能。他也不打劫了，他就粘上算了。哎，哦，投子了，哦，认了哈，嗯，结束了，这是最后一步啊，最后一步，搬一个，他也没有粘上，嗯，好，这个孤子豪恭喜啊，三连胜，是，那么最后的结果，孤子豪中盘获胜，日本下一个他会对韩国，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好，我们下次再见，好，谢谢大家收看，再见。